标题《大兵小将首播战报》，来袭易烊千玺太棒了，大兵小将首播战报来袭。节目播出后，好评如潮，由易烊千玺、雷佳音领衔的大型体育类综艺《大兵小将》首播收视出炉，55.0/0.940节目契合时事，利益高远，又请到了自带流量的常驻嘉宾，从节目开拍就收到了广泛的关注。然而第一期的节目中又让大家看到了竞技体育的精神，两位常驻嘉宾认真负责，严格又暖心，小将们燃爆竞技体育精神的劲头，又自带萌感，让节目颇具可看性。网友大呼，本来是冲了易烊千玺和雷佳音去看的，没想到意外收获了一群萌娃，还入坑了冰球。节目里萌娃们的竞技体育精神超让人感动，以往的体育综艺类节目常常会因为受众等原因难以取得较好的收视，这次大兵小将的首播收视可喜可贺。这档节目把体育竞技运动和综艺结合在一起，不仅让更多的青少年接触了冰雪项目，还让大家看到了孩子们身上不服输的竞技体育精神，很热血很燃，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都能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。